Hi， 大家好啊，我是 Christine。今天有个任务的，编辑部任务，揀一部脚车啊。揀了什么？就是这一部啦 ，Honda Jazz RS。咁呢部咧 1500cc 啦，佢最吸引我嘅地方就係非常慳油嘅，一 lit 18公里。我諗計翻睇你用咩折扣啦 ，around 係好大機會8毫子、9毫子到啊。咁我每日咧其實行車嘅里數非常之高，係行到 around 200公里啊。咁因為有工作嘅成分啦，好多時要去影嘢啦。咁但係亦都有好多時要自己玩樂，因為我中意咧得閒就揸住部車通街去噶啦。咁我成日咧自己去買汽車零件啊咁樣咯。咁其實咧，車仔細細，但係有好寬敞嘅storage 嘅空間啊，係你估唔到嘅。咁所以呢一個佢個 setup 完全 fit in 到我嘅生活嘅需要咯。咁而佢咧其實都好齊嘅喎。咁我最欣賞咧就係佢嘅 CTBA City Brake Assist System。當嘅車行緊30公里以下咧，而你腳踏住油門咧，前面有障礙物，自己有時傻咗噶嘛，咁佢就會幫你咧去搭車嘅。咁我覺得又好玩又細部，泊位又容易，非常滿足到我嘅需要啦。哇！咁揸咗呢部 Jazz 啦，1.5 啦，揸半日，感觉非常好喎。嗱，而家就行紧大帽山啦，我平时必经之路啊，翻屋企。今日行咗两转大帽山啊，有一样嘢咧令我好 impress 嘅呢部车，就系咧，其实你睇到过弯咧，佢系几奇喎，估佢唔到啊，佢个 suspension。咁我之後問翻咧啲朋友啊，原來呢個 RS 版特別嘅係企少少嘅個避震。咁一部車仔啦，其實佢有佢嘅靈活性，但係都有佢少少好玩嘅 performance。